坎坷不平的，这是与生命定好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管是否如人的意，是否合乎人观念想象，是否是人能预见的，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离不开神的主宰摆布。神做这一切事的意义，就是为了让人从中学功课，认识神的主宰，认识神主宰的目的，是让人在领导的所有事上学会从神领受，寻求真理，达到明白真理，然后实行真理，达到真实顺服，对神产生真实的信心。成全人救世界者，摆设许多不合人观念的事，来训练人寻求真理，达到认识神的作为，看见神的全能智慧，使人生命逐渐长大。人对真理的态度，应该是寻求实行，往神的要求上钩，不应该消极被动，不应该消极被动，经历神的作工，得面对许事都得根据神的话来看事，还得多多揣摩，寻求真理，交通真理，这样才能认识神的作工，跟上神作工的步伐，才能明白真理，在真理上日益精神。神的话语各方面真理，才能在人里面扎根。收获，哪怕自己的撇起花费，自己所付的代价与毕生的经历，最终换来的只是神的一句咒诅，或者神对你的剥夺，你也没有怨言，没有自己的欲望与要求，而是只求顺服神，只求人生摆布，只求顺服神，人生摆布，觉得
神的主宰，有点认识，有点顺服，这一生也值了。你具备了这样正确的态度，那临到难处就容易解决了。你具备了这样正确的态度，那临到一些难处就容易解决了。